法国，然后又是直接就参加了迪奥的 coding 秀，觉得自己好幸运，好刺激，好激动。今天的 look 是一套比较干练的一套西装，然后看秀也不会太冷，因为它是长袖长裤。看盘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扛着嘛，再冷也就那么一会儿，就忍忍就过去了，没事儿。冬天我会觉得围巾会比较好，它可能就比较跟衣服会有一些搭配啊，然后它也不会影响美观，然后它又能起到保暖的作用。我一般都会带我奶奶自己做的腐乳，我还挺能吃辣的。我们来到法国，我们也是先找了一家火锅店吃，家乡美食太多了，像臭豆腐，还有糖油粑粑，还有我刚刚说的那个腐乳，都是很不错的湖南美食。小猪佩奇，我特别特别想演杀手，然后也说过好多次了，也没有人找我演，所以现在更想演了。